们是小六，忘记点事儿。在记事儿吧，开始朝廷的老人爸爸妈妈说，说我不是这个是内蒙人，是这些千公里以外，河北省安新县白洋淀这个。我们老家是安新县的，现在在内蒙这边住的这个镇子叫兴安镇，安新兴安，这是一种巧合吧。五粮树海正好在边儿，这个环境和白洋淀的环境差不多，也有水也打鱼。最早咱们看一个电视，它就在这个地方开展的挖区，而且种地。越传慢慢慢说啊，可以来这个地方可以吃饱，这个地方可以自己开地。那种现象来这个地方的人，哎，你们老家是哪的？河北哪的？让秋的啊。我爷爷他们是马家寨的，姥姥是刘村的，马家寨人全是木匠，全是坐船的。我父亲来这儿也是慢慢坐船以后认识这些渔民，我就慢慢慢认识这些人，我就开始也是。进了海里边和人大开鱼了，捕捞鱼开。十几年前，一个20来年前，有一个政策，就是鼓励人们搞养殖。我就开始转行了，把大多数的时间就是全是以养鱼为主了。上对对排成行，江水长，秋草黄，心中是北方家乡。我是61年来的，我们那么来的时候，白洋淀是半滴水，把孩子奶饿都抱到这儿来的。老家原来杂店里边的荷花多不多？荷花可多了，荷花我就你们家采了荷？我经常上里头采，那时候年轻时候上里头。大荷花前些年，我和老母亲回来过老家，大概是在6、7年前了。听老家镇说，雄安新区设立以后，建设了很多的大项目、大公园儿。这么一看，真的是变化太大了。来大桥了。这个大桥，一看这个大桥就看到回老家了，回老家了，回老家又回来了。这个进村了，现在变化了。
到家了。那刘队长，过年好，过年好，过年好，给小木木叫令爷。令爷，想想令爷没？想令爷没？想没？想令爷没？想。想令爷。回家了。快到家了，到家了。这是我姥爷的房，这个房现在老了也没人住了，这锁着门了，进不去了。我妈出生就是在这个房里边出生的，我妈今年是95了，这个房应该有100多年了吧。完，你看看这咱们这个老地界儿，咱们老房子都拆了，这大致这个上坡就这，这还这个河沟还能看得见，就这咱们这个房子在这里。等夏天有功夫，咱们来看，再来看看了，真那个变化可大。为了生活远走他乡去了内蒙，新年好。但是这次我回来老家雄安新区白洋淀真的是变化太大，让我大开眼界。所以我想着老人呢可能夜论国公是实现不了的，但我想让儿子回来家乡来工作，我有这个信心了。